我以前竟不知，咱慕容家还藏着你这样随意颠倒是非黑白的无耻之徒。你在我身上乱摸那事，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的。你这个动作已经做过了，你别再做了。你再这样的话，我会审美疲劳的。满口胡言！ 像你这样身份不清的野丫头，竟敢跑到我慕容府来撒野，看我今天不了结了你！你换个角度想问题，或许我是被邀请过来有剑客串一下的呢。你果然不是主案。可能你现在要做的，是习惯用我这个姐姐，而不是在这要啥？啊！你根本就不是慕容主婉，说，你到底是谁？疼！哎呀，疼！你先放开我！我说，其实我。